这个是要，我们就把它钉啊，大黄，钉在外面，然后外面拿石头一压就好了，对吧？懂了。等一下，那这得先上去。放下，我上去。不是，我先告诉你啊，这路子是啥路子？这样钉。啊。到这打个木条就好。好。然后外面要石头一压的。好，王老师，去睡觉。我来。我也不要去睡觉吧。你看吧，黄老师，这里我可以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都可以了。黄老师，真的是就不用了，对，真的可以了。我就把那块布拿上来好吗？我可以，我来，真的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布。你懂我的意思了吗？懂了。放心，去睡觉吧。啊，我不睡觉，我去把鸡汤煮上。哦，鸡汤，好，好。这里我来负责，没有黄老师什么都不要做，我可以，真的，我来了，你可以睡觉了，终于可以睡觉了。他为什么老要赶我走呢？啊，不是赶你走，就是要你走。可以了。啊，黄老师会想你的，我来。不用担心，休息，我来。哎呀，它怎么那么长啊？我自己要怎么做呢？这个。